那哪有钱呢？是我终身的遗憾，到现在我都是。儿子，你是真厉害呀！现在几点的你就起床，一起来就开始玩这小车呀，给大人都给霍霍醒了。你咋没有叫呢？你睡谁呀？哎呀，我的天哪！现在小小胖啊，会玩玩具了，这小车啥的玩老溜了呢，他不走，动一动，动一动。嗯，现在你说这小玩具玩的整的多好啊，老精致了。哎呀，但是吧，这玩意儿你得大人陪着整。小小胖是属于那种高需求的宝宝，大人必须得陪在旁边他才能玩。别打啊！哎呦，我妈现在都会了。别打。阿 K 啊，你也困吧，是吧？都怪你弟弟是吧？起太早了。小子，男崽子了，你这个楼里走啊，就差个屁哟！我崽子了，你这么老哪玩娃娃吧？小的时候都差不多。那你说现在小孩多幸福是吧？我们小时候哪有玩具呀？我想买个洋娃娃，市场卖5块钱，你都不给我买。那哪有钱呢？那是我终身的遗憾，到现在我都是。你看超市里那多多呀，啥都有，是这么多还给买。那边都是什么小汽车，那都朋友小的时候给他送的。哎，之前我一直放仓库里没拿出来，现在大了，都给他摆出来了。这往哪放啊？瞧啊。这个等他大了自己摆呗，我也整不了。这个一个俺真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就去我妈那坐着去了。一个门呢，一个一条，一个插串呢。爸爸。哦，插串啥？他这十几个都在哪？俺的一个你去拿出来的啊，一个粘住弄弄的多一些。爸爸。爸爸。我大哥不愧是我大哥呀，他坐姿都不一样，是不是？你真厉害。小雨俩吃饭。今天早上南瓜汤好不好吃啊？小雨俩切给我一下吧，切给我。俺们吃一下白粥。早上起来呀也挺忙，起来得先得喝口牛奶，喝完牛奶还得吃饭，吃完饭还得吃点维 C。 你这一天也挺忙活。吃的多呀，这个吃那个吃的。吃的那早他늦게태어나갖고이것도먹어보고저것도먹어보고응비타민도먹고뭐너엄마클때는뭐뭐먹어봤어야지没钱。那咱们小时候吃什么维 C， 能吃上饭都不错了，是不？对呀、啊，就买你娃不是哪个嘛，就给他买个，那我们可下头不干啥子的，还买了那啥子的呢？那我记得小时候一整就辣椒酱拌饭，嗯，酱油拌饭，哪有菜？舍不得钱呢，没错。你老幸福了，你呀、啊，幸福多了。都说小小胖越长越像我，大家看像吗？大连圆呐，刚生的时候3.26公斤，现在你看看，我整整个14.5公斤了。哎呀，八百吧，八。要说小孩长得是快呀，一眨眼现在再过2月就马上2周岁了。这八百不的，八，八，八，嗯。所以呢，작년에이거옷엄청컸는데올해는딱맞네내년에는또못입겠다小孩长得快呀，그런말이야。所以我给瑞瑞买衣服都买大一号的。그러니까大一号해야돼，不能就穿一季度就不穿了呀。太瞎了吗？本身小孩衣服还挺贵的。그러게所以呢，快收拾收拾走吧，上学不赶趟了。我进去开一下。今天最后一天，咱们明天坐飞机。去苏州啦！哎呦，小雨高兴啊！小雨，你的别给他给我妈妈拿去啊！
爷爷个嘞。都没搬大了吗？你们去都没搬呢。快走吧，快走吧，不敢看。在外面等校车，下雨了，拿个雨伞。来呀，大哥，你这打伞都看不到道了。今天自己主动上车，皮裤给瑞晨在车里等着呢。拜拜，上学了，拜拜。趁小小花上学，赶紧把这个行李都收拾好，她回来了就啥也干不了。然后这两天我看好多朋友给我留言，还有私信，说那个成寒的问题啊，就是怕打起来了，你们赶紧回来吧。但是这边呢，其实老百姓生活还是挺平静的，没有受什么影响，然后大家也不用太过的担心啊。如果说打起来了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那你们打起来怎么整？完我回不去，你们见不了。哎呀妈呀，打起来了，那咱们谁也控制不了的事儿，是不是？嗯，谁都见不了。哎，别想那么多，能过一天是一天了。你们快去回来吧啊！嗯，然后这次我也不带太多东西了，要不然回来的时候用一大包大包拿不回来，没还有这个呢。这个是我给那个多多买的帽子，多多比较喜欢帽子嘛，给他买一个帽子。然后这个呢是给爹买的衣服，我都给他带回去。多多现在好像天气也凉了。你车友里的那个东西别忘了，都给他带了，嗯，都带，厚的都带了。对，现在天气吧，就是白天可能是比较热，嗯，然后晚上冷的时候给他套外套就行。化妆品都带了，化妆品不带了，姐说的用擦的就行。小孩的，所以不带了。带了，嗯，就这样，嗯，简简单单，完事儿。把帽搁班里。坐下面了。晚上我爸也下班回来了。哎呀，哎不走，他哪是那个长毛鹅？你一回国，姥爷就给你红包啊！妈，爸爸哪是那个长毛鹅？我们是你大爷。爷爷个的，班里收钱了，你得打招呼啊。啊，好的，不讲的。我们是你大。我是你大。等你说的，我大了，多挣钱给姥爷买好吃的啊、哦！哎呀，到包吧，拿包吧。你还看一下里边多少钱呀？咱那包吧。现场猜不好吧？猜没多意思，包吧。哎呀，这么多呢。包吧。哎呀，到包吧。哪天你拿那钱，你给你姥姥姥爷买吃的去吧啊！行不行？还抽呢？你坑蛋呢？你哪一种？你看都抽，行了，别抽了，不好意思，赶紧吃饭吧。吃完饭咱们洗洗澡，今天早点睡啊，明天早上咱俩得早点走呢。哎呀，还抽了？行了，别抽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明天就要回国了，咱们回国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拜拜。